好，各位同仁，我们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日星期二下午12:13至32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坤玉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草案报告事项42案，委员曾天才等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曾委员民中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第一案，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草案，曾委员曼丽提议改交经济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其余各案均照议程草案及增列部分编列通过。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陈委员宜杰、吴委员玉琴、顾委员立雄提议修正通过，共计9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7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者30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在这边先跟各位致歉，上个礼拜我这个迟到啊，然后跟这个本会同仁跟江启程委员特别致歉了。好，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依顺序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那我们议事人员宣读完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登记。好，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3日星期五17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2-3，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 委员吴思瑶等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5. 委员蔡培慧等拟具《远洋渔业条例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6. 委员吕孙宁等拟具《国防工业发展基金设置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7. 委员段宜康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8-9，委员郑明宗等拟具《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0. 委员叶宜津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1-14，委员赖世宝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非讼事件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5-19，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公益劝募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生产事故救济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都市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0. 委员黄昭顺等拟具《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1. 委员徐有明等拟具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22. 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3. 委员陈学胜。24. 委员许志杰等分别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5. 委员赖瑞龙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6-27，委员徐国勇等拟具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公务员惩戒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8. 委员蔡益宇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9-30，委员徐正卫等拟具花东地区发展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心理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1. 亲民党党团拟具金融控股公司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2. 委员廖国栋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三三文林黛桦等拟具偏向教育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四至三六委员黎俊玉等拟具规费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都市更新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七委员陈颖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八至三九委员吕玉玲等拟具国民营养法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四十委员林静怡等拟具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破产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二行政院函送提名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名单，请同意案，交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四三至四五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公账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烟酒管理法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六至一三八，交通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科技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文化部、卫生福利部、经济部、司法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劳动部蒙障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法务部、国军退足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客家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内政部、行政院考试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一三九至一四二，国立故宫博物院、教育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四三至一六二，外交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经济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一六三至一七一，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吴坤玉等拟具《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至四委员顾立雄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刑法施行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至八委员王荣章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九行政院函请审议电子通讯传播法草案、电信基础设施与资源管理法草案、电信事业法草案、有线多频道平台服务管理条例草案、无线广播电视事业与频道服务提供事业管理条例草案等五案，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三委员蒋乃馨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国营事业管理条例交国营事业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法二案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蒋万安拟撤回前提之补习及进修教育法，你请院会同意撤回。一五至一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为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一九时代力量党团拟撤回前提之所得基本税额第十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拟请院会同意撤回。二十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现在没有委员对报告，对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登记发言。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大家没有意见就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请各位到这个主席台登记发言。讨论事项第一案，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107年底前将医师适用劳动基准法，请公决案。第二案，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请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之适用范围，请公决案。第三案，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四至九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议事处增列。第十案，资讯科技协定扩大核可关税减让表。第十一案，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8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二条，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七条之九条文草案。第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建请决议，新政府应坚守牛猪分离原则，严禁瘦肉精美猪进口，请公决案。第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107年
1月1日前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请公决案第15案，国民党党团提案建请决议，尽数逐年降低护病比，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建立友善医疗环境请公决案，宣断毕。好，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来发言。第一位，请徐委员永明发言，时间三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于2016年5月6日寄发邀请函与卫生福利部长蒋炳煌，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仪式，为捍卫我国参与 WHA 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建请作成决议，发表下列声明。声明内容如下：该邀请函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第25.1号决议，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不仅违反过去邀请惯例，更不当矮化台湾国际地位及主权。邀请函所提及一中原则，更令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本院于此表达严正声明及抗议，以捍卫我国参与 WHA 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维护国民健康及全球防疫体系是身为国际社会一份子之台湾所应尽之义务。多年来，台湾于国际医疗与防疫亦有卓越贡献。然历年来，如 SARS 等严重传染疾病，台湾于防治对抗过程中，因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与会员国直接联系，错过许多国际合作共同对抗疾病扩散之及时作为。现今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WHA， 与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合作，不仅对全体国人健康权益有所保障，亦可对其他国家之防疫合作有所注意。本院要求新上任政府参与 WHA 必须本于国家尊严实质且有意义参与之立场，强调台湾并非中国之一部分，拒绝一中原则，捍卫国家尊严，维护主权独立，并基于台湾在过去及现今对世界卫生体系的卓越贡献，请求会员国支持我国以尊严而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合作。台湾参与 WHA 对世界防疫及全民健康之益处，绝不能被中国及其政治利益对台湾之力以一中框架而左右。本院进一步要求政府请求 WHA 撤销于2005年及2010年所发布之有关台湾参与 WHA 之备忘录。世界卫生组织时不应再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压台湾参与 WHA 之权益。此次 WHA 秘书处在邀请函连结一中原则的做法，严重侵害我主权独立之国际事实，对台湾多年来与国际社会之努力维持友好关系造成严重伤害，本院应该严厉表达抗议。人类健康乃基本人权，不该因任何政治或宗教等因素而有所差别待遇。若 WHA 因中国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打压而影响台湾与世界各国共同防疫与互助之交流，实为不智之举。卫生福利部与会人员应坚持立场，极力与 WHA 交涉，以保障台湾参与国际共同防疫之机会，维护国人健康，并捍卫我国参与 WHA 之主体尊严。本党团希望能列为第一项。好，这个时代力量党团由徐永明委员代表，希望将这个声明列为讨论事项的第一案。好，我们接下来请钟孔照委员发言。好，主席啊，各位委员大家好。本院民主进步党啊，针对第九届第一次会期第13次的会议程序的一个讨论事项，建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啊，是不是请议事人员啊代为宣读啊？以上说明。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提案。第
第一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鉴于世界卫生组织于2016年5月6日韩暨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议事，为捍卫我国参与该世界卫生大会所应坚持之主权原则，建请发表下列声明，请公决案。第二案，本院外交及国防、财政、经济三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资讯科技核定扩大协定和扩大和可关税减让表案。第三案，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罗志正等、委员钟嘉宾等及委员陈怡杰等，分别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四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之9条文草案案。第五案，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委员郑丽君等、委员黄国书等、委员黄国书等及委员黄国书等分别领具高级中等教育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六案，本院教育局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委员陈廷飞等及委员黄国书等分别领具国民教育法相关条文修正草案。第七案，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与总共四案并案讨论。第八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敬请决议，尽速逐年降低护病比，医院评鉴更透明化，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建立友善医疗环境。如此才能有效改善医护病患者间日渐恶化的关系，请公决案。第九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要求劳动部应提前于民国107年1月1日前，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对象，请公决案。第十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新政府必须坚守牛猪分离原则，严禁瘦肉精美猪进口，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来处理提案啊。这个对于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二案，中委员孔照提案的部分，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因为这两个提案并没有冲突啊。好。我们今天这个 会议的讨论事项做以下决定：一、徐委员永明、钟委员孔照提议修正通过。好，接下来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共二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三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的机关处理尽负者共17案。宣读完毕。请问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